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十八班的吴班长，吴有才吴班长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《上海滩》。
听到我们十二班班长厉天龙所带来的。
哪一首英文歌曲叫做《只要你还叫回应你》，我们叫做《金鸡》。
怪嘉宾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车路，三两五个，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灌浆之下新秦歌女。Good night.
生。当时我自己在上他的个别课的时候，我上得非常没有自信。我偷偷讲，我就是说，辅导不行，不行，你的话起点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重来，重来，不对，不对。你知道我回去之后哦，把电暖室关起来，我在里面猛吹六个小时，我就不信我还不行，结果回来做，不对不对，还是不对。那你可知道我那时候压力有多大？但是总是有一番辛苦的过去哦，你才会有慢慢的果实的呈现。我非常感谢欣然老师啊，在个别课的时候把他认为我不好的地方慢慢的修正，才会我在音乐会上面的一个展现。那接下来欣然老师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我就不用再加了，我已经都点完也是那种。带来一首那个比较慢的歌，因为我现在大概有六七分。真的吗？那我会再加一分。要喜欢听啊！
掌声响起，来，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，掌声响起。
Oh yeah.